干，我这辈子没有嫖过妓哎，真的，我是有叫过，没用过。啊，不是、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中两红，有没有聊天室现场抽一单，亏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没有玩就玩大的，这一趴中两红，送两单，加码，怒呛官方没两红。最速打脸，你敢信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加码？加码再加码！这一次如果送两红，送三单，砸我脸呐、啊，笨蛋！怎样？各位观众，到底平百姓有没有可能一次怒呛送两红？如此猖狂，你敢信？欧拉，欧拉拉！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会中紫变吗？狂的男人一定中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火散尽我们全身的钻，对不对？花干钻石少不倒，对不对？50个赞直接开抽，59赞是不是？谢谢各位，我们开局了。玩 W， 说真的啦，看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纷争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啦。对，人与人的纷争以及氪金的部分，如果少掉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天堂 W 是个非常棒的游戏啊，可以说是平民百姓活到现在20年来最好玩的游戏啊。20，对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你们觉得我几岁？20，87岁，40，结婚了吗？我看起来不像单身狗吗？看起来不像，对啊，像这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怎么会是单身狗？对。我是单身狗，我知道我看起来不像，可是我是单身狗。谢谢，先抽中溜工溜工的。各位观众，到底平白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他的手？高潮了，快吹我，吹！当场软掉。忽然间吹到软了，是太冰吗？不会耶，我觉得冰会软吗？我觉得又冰又热的还蛮舒服的啊。不是，我是说洗澡的时候，有时候冲热水冲太热的时候，我们冲点冷水还蛮舒服的哦，冰冰热热的这样。对，有时候太热嘛，我们要散热一下。我才不相信百姓那么蠢，什么啦？我很蠢耶。真的啦，干，我这辈子没有嫖过妓耶，真的够蠢的吧？我是说真的有嫖的才算哦，叫不算哦。不是、啊，我的意思说，我没有嫖啦，嘿啦，你们不会叫吗？我刚才也才叫外送啦，不过这次叫的是外送，是便当，嘿啦，不是啦，吼，我是有叫过没用过，不是有叫过没用过，等，我容我解释一下。我是因为特殊需求，好不好？有请求支援妹子一名，哦，拍摄用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干嘛，我发誓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嫖过，好不好？我发誓。他这个 game 太夸张啊！我到现在只出一个红榜像 W 这种一直花钱的 game， 其实看久没什么好看的。会啦，大家一定会麻痹嘛，待会就在旁边抽卡就没什么感觉，对吧？你看我自己抽卡就抽到有点无感了，无感不是那个，无感是，反正我就觉得不会中，我的无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真正的无心流，因为看太重了，我干的我就是在楼子，你自己看中看到现在一个红盘都没有。机器人大战 SLG 的、啊，很久以前玩过，不过现在这个时代机器人大战比较不好使，对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！妹子的手，哦
对吧？对吧？淡定了，我现在超淡定了。啊，不玩最大，来啦！我的妈，你妈的干！我要玩不玩的，妈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啊！想玩就玩，想开就开，不想玩就不想玩，不想开就不想开，想除就除止，不想除就不想除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啊！哎，归位了，正常发挥，觉醒归位，到底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顺利的出现今晚的第一红呢？哦喽，是，给我去！不举，他不举。哎，啊，不会中啊！看到没有？哎，你以为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如果中两红，有没有？聊天室现场抽一单，怒呛官方不会脸红，如此猖狂，最速打脸，一波七刷过去，越铁齿越负面。没有啊，我没有铁齿，我觉得他不会中啊。你看啊，各位观众。到底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顺利的送出今晚的观众的这一单呢？啊的啊的，可以！妈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打我脸啊，笨蛋！怎样？安娜？安娜？打我脸啊！要呛啊！欠呛！我再给他一个加码机会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玩就玩大的。我刚刚说送一单，是不是？这一趴送两红，这一趴送两红，送两单，加码，觉得不错，一波气刷过去。怒呛官方没两红，最速打脸，你敢信？我再呛一次，打我脸啊！笨蛋，打我脸啊！打我啊！打我啊！啊！打我脸啊！各位观众，你向官方没脸红，如此猖狂，你敢说？看我看看他红红，有点吓到。我就呛你不敢打我脸啊，怎么样？他有一只出红板就想要骗我啊，想要骗我尿尿的地方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加码？加码再加码！这一次如果送两红，送三单，如果你愿意一单一单一单的把它送出去，你会发现根本不会中。怎么可能一次会中两安红？来一波气刷过去，我一直加码哦。郭世老说出两红，他要再加码两单哦，等于是三加二哦。砸我脸啊，笨蛋！怎样？哦，今天你还是巧掉了。哦，没有工伤特别呛哎。哦，嚯、哦！各位观众，到底平百姓有没有可能一次怒呛？中两红，如此猖狂，你敢信？欧拉，欧拉，阿拉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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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样抢好爽啊！呸呸呸呸！传说变身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会不会中传说吗？直接纸几率超低。刚刚说送三单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，这个直接中纸，这个直接中纸就送三单，觉得不错的一波七爆，他那个灌下去。我是说直播、哦，直播点要现场抽、哦，送纸就直接送三单哦。来一波七刷过去，这个中纸哦，怒呛官方不会送，如此强。
猖狂，你敢信？各位观众，到底平凡心有没有可能一抽入魂，送子变如此猖狂？你敢信？各位观众，我哎呀，一直呛好爽哦！在我身上，我不可能跟官方串通通啊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一波七呛过去，各位观众，到底平凡心有没有个怒呛官方不会中，如此猖狂，你敢信？各位观众，我大大 KO， 看到没有？这个账号超欧的，他中两个都是法师的，这账号超级欧的，是不是应该能够继续荣登欧欧宝座？一波七帮我刷过去，到底平凡星有没有可能顺利拿到我们的紫娃门票呢？是否能够顺利的捏出我们的紫娃娃呢？紫娃娃，欧巴欧啦，叫紫娃娃啦啦，出啦！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没有像想象中那么淡定啊？到关键时刻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在意嘛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负面工伤，你还想要做梦？哎呦，20个哦，吉利内，吉利内，血压高个20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都是钱呐、啊！你真的仔细想想哦，我是尽量让自己眼睛闭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发现一闭上眼睛就是天黑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对吧？闭上眼就变天黑了，我真的觉得超黑的。来吧，帮我集个气吧，我先看一下。哎，至少要三红哎，你三红没搞头哎，看今天这算黑的哎。我现在搞这个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当祭品来，一波七帮我刷一下，不行，我觉得要大量，上次试过是大量，直接大量加吧。一波七刷过去，到底平凡星在121张的血盟徽章强化卷中，能够加几张能够顺利上加吧呢？大量加吧，各位观众，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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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35张，一样加三，笑死！不好意思，我笑了，好惨哦。等一下，我
们刚是不是说好的祭品？各位，可一波气刷过去了。我们刚说好的祭品啊，是不是祭品？血盟卷轴祭品流啊！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有？Are you ready？ 各位，一波起，嗨起来了！各位，到底平凡星有没有可能以何路文送七红史上最狂能干事？Boss 飞了！各位，文送。如果喜欢这台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那个喜欢订阅、彭丽达，按住随时一个小把戏。挑战高桥名人十六连击，注意听好那个声音哦，十六连击手术的消息。不是吧？发杀！反正不会中啊，对吧、啊？反正不会中啊，以为玩的是暗黑，太黑暗了，是不是？七蓝是啥鬼局的？看起来人生像是黑白的。零星小贝，一波气刷过去吧。好啦，反正再骂也还是被宰啊，对啊，就全部都蓝嘛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全部都蓝，蓝的硬的啦。不要演了啦，不演了啦！再来啊，给大家看看嘛，给大家看看嘛，不演了嘛！可以勇敢说说，没有我都说实话，只是声音大跟小，只是呛的次数多跟少。我为什么要玩这款游戏？被大蒙特杀了，今天超负面的。大家记得，你们要想我，你们要记得，天堂大没有曾经有这么一位他妈靠北黑的实况主，那个人叫做平民百姓啊，各位。就跟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一样，黑黑的，中间有一点小小的光芒。其实它并不是希望，它是黑洞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我是平凡星，我老。